来看您看到的是这一位，你一定认识他，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的网络红人巧巧。巧巧去年呢在网络上开始现身，原因是因为四岁的巧巧和爸爸玩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头，哇哇大哭，后来爸爸唱好笑的歌给他听，这网络上的萌样真的把网友都给迷欢了，也因此呢这段影片是创下了百万的点阅人次，也让他的粉丝团高达78万人次，现在可是比偶像艺人都还要红。爸比哦，是小鹅，那个鹅，鸡脚。四岁的小女孩巧巧和爸爸玩，头撞到墙壁，哇哇大哭。巧爸爸影片偷上网。巧巧自己数一、二、三。鸡。哈哈。呵呵。停。下一个，我就胃痛。巧巧可爱脸蛋，水汪汪大眼，挂上两行泪。这段乐极生悲的影片让她爆红。我需要我家要你笑，给我一个歌，我才会原谅你。咪喂喂喂喂喂，爸爸爸爸爸爸爸。这段名为我要你唱一首好笑的歌，点阅率冲破百万人次。耶，小乔，你干嘛请林义士啊？Hello， 你是小乔吗？看准巧巧超人气，找来巧巧拍摄台语教学影片。Hello， 巧巧，我们跟大家打招呼。Hello， 我是巧，不是啦，你是巧巧，你是巧巧。Hello， 我叫第一伏记号。我叫第一伏记号。那我叫第一伏记号。不管台语是不是烂凳，有了巧巧，影片就会夯。巧巧，我们今天要教大家什么？你记得吗？台语。台语。那你会讲台语吗？会。那你会讲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泥呀、啊。这个。哦，那这个呢？泥呀、啊。泥呀、啊，那这个是。虾。沙。厉害，那巧巧的这个是。口。口厉害。蚂蚁。蜥。第二个是秋蜜。第三个是干扣。最后一个是中华。乔的高人气，当然最大功臣就是把影片PO上网的乔爸。一开始，乔爸这个带妹妹乔乔很小的时候拍的都是她，比如说换尿布啊，就是从生下来你就拍她，记录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每一个爸爸妈妈应该都是。小女生你会觉得很难吗？我不觉得难呢，就想做就是做得到嘛。最难。从出生以后，巧巧和乔爸可以说是形影不离。直到巧巧上学之前，乔爸就连工作也把她带在身边。不要，我不想要连爸爸。为什么？我最爱的阿爸比了，如果爸比老了，巧巧不在，谁要照顾爸比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从网络短片为电影，不止在台湾，就连香港跟大陆都有片商争相邀约，想找巧巧拍电影。而最近刚剪一头俏丽短发的她，也即将要登上大荧幕演出日本小女孩。你到现在还在吸奶嘴啊？现在没有啦。但是还有吸奶嘴被爸爸拍到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拍。哦，那拍奶嘴的可不可以上去网络？不急童言童语的超萌模样，魅力无法挡，粉丝团人数更是高达了78万人，已经打败了许多偶像艺人。当今最夯的可爱教主非巧巧莫属。